我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稳住奎木拉二爷。大王，这是大喜的事儿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公主内心已经接受您了。可是，本王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。大王，您别这么想。从宣布大婚以来，您为公主做了这么多，就算是公主之前内心有些摇摆，想必今晚也不得不被大王动摇。但愿如此吧。 公主，李雄，你来啦！是啊，公主今天看起来这么开心，是因为昨晚奎木狼那个求婚吧？你乱说什么呢？那个呀，只不过是走个过场，又不是真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 我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稳住奎木狼而已。哦，还有啊，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我让马英雄已经在驿馆的柴房里面安排了一个装着脏衣服的箱子，这个箱子的容量够装我们两个人的。不过安全起见啊，我们还是兵分两路。你呢，就趁机装进去；我呢，就在这个箱子里面等你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大夏。 大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奇葩想逃。什么？他的计划是藏在驿馆柴房的箱子里。他竟敢如此欺骗大王！刘军，你安排蝴蝶悄悄藏在箱子里骗过马英雄，然后再自己找机会跑出去。我要把奇葩换出来，再把马英雄送回大夏。是。